无啦，你的嘴啊！我自己来。阿怎？这卫生纸切起来，是不是特别无共款？嘉轩诶，还蛮细致的。因为这卫生纸有羊绒接触感，细致柔滑，不怕摩擦。啊，就算吼，你安怎食，啊，拢擘到规个面安尼油落落吼，嘛拢袂要紧。讲话敢有衰遐尔哈？加加就是嘴甲去擘着，后尾哪有可能食到规个面油落落？哎，等下，等下，跟恁讲出来代志。吃吃吃吃吃。阿叔，我跟恁讲吼，互咱公司出名机会来啊！恁该怎话讲啊？我当然嘛知影，即马哦，上大间的 AJ 连锁大卖场公开征求黄金柜位主打商品。无唔对，这黄金柜位哦，真正足抢戏的呢。迄不管上提着，看那是贵的销售营业额要多少呢？而且可能带动周边商品的销售，打出知名度，哎，那公司出名啊！去年我第一篇的时阵，就是我甲慧婷哦做合作，唱的是黄金柜位。确实对业绩有真大的帮助，尤其是对咱哦，即拄要发展的小公司哦，会当讲是一个真大滴个机会。啊，是讲因今年的主打商品是啥，啊，咱敢有机会参加？当然嘛有，而且佫是咱的主打商品——冷冻水饺。无唔对，所以咱即个要使出洪荒之力，不敌伤大，嘛请来个啊。理想哦是真丰满的，阿姆哥现实很骨感，陈一凡。既然哦，这黄金贵位对业绩安尼有帮助，安尼就表示一定有足侪公司想要争取的啊。啊，外口的公司比咱搁较大，更搁有知名度的，满满是呢。想要争取着这个机会，恐惊无遐尼简单。阿怎，你会惊啊？我咧讲啊，就是因为安尼唔叫挑战性，对吧？哦，当然嘛惊，我足惊的哦，我惊哦，你的亲敌，所以我们才会好心甲你提醒一下，到尾到时阵你的玻璃心碎一地。我这哪是玻璃心，我这是钢铁之心好，连倒是你啊，啊，你这个暴躁孕妇啊，你性格这样歹，还这样激动，我惊到时阵你若是哦，无争取到，你个靠安尼惊天动地。哎，今麦都还没开始挑战，你就讲真处袂到，到底是谁在惊？哎，好啦好啦，挑战是一定要挑战，重点是哦，难免有出来口味的影响。讲真经啊，那个水饺虽然做好吃，不过就是受过传统，无什么创意，无什么特别，若是要甲其他的人比起来，恐惊要赢哦，有较难上过。无唔对，所以应该要加入更加侪元素，开发更加侪创意的口味才行。哪些部分哦，都要麻烦你的研发，用好的口味佮创新哦，来替咱追掉，增加竞争力。无问题，我有信心。哪了？我得去测试掉，我来了解一下，看即卖消费者佮伊食什么款的口味。好，我来找小三讲滴，请伊哦给报价生产线好啊，咱就做伙加油。一二三，加油加油加油！爸，你讲你爱阮两个去争取连锁大卖场的黄金柜位，无唔对，我有看过报表啊。咱的产品啊，去年伫迄间大卖场卖了真好，所以我希望今年大家继续合作。唔过爸，我有甲对方接触过，伊讲今年要开放甄选，所以咱公司继续甲伊合作机会，恐惊都无关啊。安尼哦。咱去年甲这个大卖场合作资料顶头，慧婷是食品开发，啊，副总是徐安卡，不是我。哦，就个啦。我听讲迄个时阵，慧婷甲安康啊，是从无到有，一步一步去开发，到最后才争取到这大卖场黄金柜位。而且还带动咱公司其他产品的销售业绩，因做会到，我相信啊，以恁两个人能力，绝对嘛做会到。这是当然的啊，不管安怎，我拢绝对要争取到今年黄金柜位。真好，
真啊，这是你回来立家以后头一个专案，所以爸希望你好好做，做给大家看。安尼以后我交代更加大任务给你时阵，遐股东啊，才当对你心服口服。郑经理，请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甲俊杰好好规划，绝对袂让你落亏。是啦，爸，我嘛一定会尽全力，好好甲俊杰斗相共，让大家看到立家前进的实力。到时阵伊要接总经理，都无问题啊。真好，那咱这任务咯，就交予你啊。